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馨。大家一定都以为方小馨的皮肤天生就很白，一定不需要美白保养吧 ？No No， 那你就错了哟。来自古堡的珍珠玉容美白皂才是我美白保养的秘密哦。一年到头我忙着拍戏，常常要顶着厚厚的妆，在大太阳底下一拍就是两三天，我真的好害怕变不回以前白皙的自己哦。所以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呢，就是我白皙的小秘密。对于美白，我自己有三大要求：第一，要快速又有效，真的很希望可以像做雷射一样的快速效果，又不会痛，而且又不需要恢复期。第二是产品的保湿力，不仅要白皙，还要能够拥有水嫩透亮的光泽感。洗完脸之后不紧绷着也很重要哦。第三是产品的质地，加水搓了之后立刻可以产生绵密柔软的泡泡，就像在呵护小 baby 的肌肤一样，轻轻柔柔，温和地接近脸部的肌肤。